战争好多地方都会有，有啲战场更加系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最近嘅战场就系发生喺我哋嘅肠道啦，进行紧一场益生菌同坏菌之间嘅地盘争夺战。肠道主要负责消化同吸收，同时都系人体一个好重要嘅免疫器官。因为全身有近七成嘅免疫细胞都集中喺肠道，负责制造抗体以及产生免疫反应。如果好菌同坏菌比例失衡，好菌太少，坏菌太多，咁唔单止消化道出现问题啊，更加会影响免疫力以至整体嘅健康。所以呢一刻，我哋就要帮好菌争夺地盘。益生菌系有益嘅活性微生物，大部分时间都住喺我哋嘅肠道。只要益生菌成功争赢地盘，就能够帮助我哋维持肠道嘅菌虫平衡。但系含有丰富益生菌嘅食物又唔多，所以我哋就需要额外补充益生菌啦。Usana 的超级益生菌含有120亿菌落素的有效益生菌，包括 BB12 双歧杆菌以及 LGG 鼠李糖乳杆菌。而丸状的益生菌因为通过高热加压成型，造成益生菌大量死亡，而一包包粉状的 Usana 益生菌就比较容易吸收，亦都确保有足够数量的益生菌可以进入到肠道。想益生菌在我们的肠道衣食无忧，当然不可以饿身它们啦。益生菌的食物是益生元，而超级益生菌含有谷粉，属于天然植物提取出来的水溶性膳食纤维，可以帮助肠道益生菌的生长和活化。想在这场战争里面胜券在握，每日一包 Usana 的超级益生菌，小小包独立包装方便使用，加入食物或者饮品入面，或者直接倒入口里面就可以了。帮助你维持肠道和免疫系统的健康，肠道健康一点，人都健康一点啦。